好，咱们录这个 PowerPoint 的最后一个和 VBA 的应用了啊。那么首先啊，咱们再做一个 PPTM， 叫三点 PPTM， 也就是能运行宏的这种 PPT 文档。进去之后呢，哎，咱们新加一页，新加一页之后啊，咱们做这么一功能。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是吧？咱们计算一下，过年还有几天啊？就跟那撕月份牌似的，过一天呢就弹出一个对话框。那怎么做呢？啊，首先要添加一个按钮在这里，对吧？添加一个按钮，那么这个按钮上面呢，就实现里面相应的功能。哎，双击它进行相应的代码。进来之后啊，我假如说，哎，我打这个 MSG box 括弧，今天几号呢？啊，今天2月4号，2月6号是春节，是吧？还有三天。啊，我在这儿输入一下，啊，还有三天，哎，这是第一个，哎，不是四月份牌吗？第二个就是明天呢，应该就是弹出一个还有两天，对吧？最后呢还有一天，再往后呢，再往后就还有零天，就到了春节了，是吧？也给大家拜个年。这个过新年挺有意思的，哎，可以放放炮什么的。那么这个如果这样已经成做好了之后，咱们谈运行一下，看看什么效果啊。点击一下，还有三天，还有两天，还有一天，对吧？哎，每一次都弹出一个，对吧？还有零天，确定。那么这个是成了，但是假如说我看这个离2008年奥运会还多少天呀？奥运会哪天呀？2008年8月8号，对吧？那么这个还差得太远了。那么从现在开始还180多天呢，是吧？就算180天吧。这是180天。那么再往后呢是179天。那么一个一个写，这是不是太费劲了？太费劲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有人说我这人呢就是有毅力，没别的优点，有毅力是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那你错了，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呀，你也得，哎，假如说这是一个铁杵的话，你也得在那个，在这个石头上按照正确的方法来磨，对吧？哎，你拿那个铁杵那尖儿，这是一铁杵是吧？哎，铁杵那尖儿钻这个磨刀石，那能磨成针吗？不可能。所以说要讲方法。那怎么讲方法呢？咱们讲这么一个东西叫循环啊。你说为什么要用循环啊？我有毅力啊，180多天嘛，我就能拿手输出来。那么180天是可以，我加一零你还能输吗？哎，巧了，我这人特别有毅力，1800天也成。那我再加一零成吗？我再加仨零成吗？啊，这是多少啊？1800万天啊。你得输多少啊？咱们别做那傻事儿啊。这时候要用一种新的语句结构，叫循环结构。循环结构呢是一个循环的结构啊。什么叫循环结构？首先咱们写一下 for i 等于一，或者是1 to 180。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循环变量啊，它进行循环啊。从一开始，第一个是一，对吧？第二个是二，第三个是三，第四个是四啊，一直到180，它循环180次。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循环，相当于它有一个条件，对吧？条件，如果这个它是从一开始，对吧？从一开始，如果它小于180，这个就是 i 啊，这个是 i。i 如果小于180的话怎么样呢？就如果它小于180，哎，就返回到这块来，返回到这儿，就再执行这语句里面的内容，就执行所谓的什么呢？执行 message box 如何如何。如果它已经超了180了，那么它就不在这个循环体里面进行执行了，不在这块循环体里面进行执行了。比如说咱们看一下啊，这是循环体啊， i 等于多少呢？ i 等于1 to 180。那么判断一下这个 i 它是不是小于180？如果小于180的话，
就执行底下这个东西，底下这个东西也就是message box 对吧，执行完这个 message box 之后呢再回来，那 i 这时候就加一了，原来是一现在就是二了，原来是二现在就是三了，原来是三现在就是四了，不断的累加累加累加，那么看它还是不是小于180，如果它已经等于180了，或者大于180了，那它从这边出去了，执行别的语句了。好，当然你也可以给它设置一下步长啊，步长就是 step， 它每次都加一，每次都加一。那么对于 if 来说它有 end if 对吧，对于 for 语句来说它有 next， 这个就代表它的 next， 这个里面这是循环变量对吧，这是循环的这个条件，从1到 180， step 呢是1，然后呢它就说这个还有多少天，还有多少天呢，实际应该是还有，如果第一个是1，第二个就是2，第三个就是3对吧，那么应该是181减去一个 i，181减去一个 i， 再加上这个，大家注意这181减 i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天数对吧，实际这个181减 i 啊，比如说第一个是1是180，第二个呢 i， 第一个啊 i 这是181减 i， 那么 i 等于1的时候这是 180， i 等于2的时候这是 179， i 等于3的时候这个是 178， 那么是不是这边181减 i 就是这个那个文学减 i 没关系啊，是不是就是实际上就是从就是咱们所需要的那个从一到这个180了，当它等于180的时候呢，哎就是一天是吧。好，那么这样就可以了，咱们再保存一下，再看一下它的效果，点开啊，他说这个运行时错误13，类型不匹配，哎这出了现一问题，咱们调试一下，还有多少天，这是181减 i 天，那么这个为什么不匹配呢，如果是 i 天匹配不匹配，咱们看看，保存一下，然后再切回到这个里边来，还是不匹配是吧，不匹配。如果我现在是只打印这个 i 呢，哎还有多少天 i 天，保存一下，然后这样呢，啊这就对吧，当然这得输入180啊，这太慢了，太慢了，按 Ctrl 加 Break 给跳出来，咱们呀也别输180了，咱们输一个这个10就成了，从1到10，那 message box 里面这个 i 这样是从1到10是可以的，比如说咱们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那么这10是可以的，那么在里面输入文字怎么就不行了呢，比如说在这块输入还有，哎我在这输入一个，首先啊我应该是定一个 message 对象对吧，定 message 对象，这个叫 MSG 等于什么呢， MSG 等于一个单引号还有，再加上这个在之前再定一个变量叫 day，DAY 呢就应该等于10减 i， 那么这块呢 MSG 呢等于 DAY 再加上一个双引号，双引号说明它是字符串对吧，多少天再打一个天，然后在这个 message box 里面呢实际输入的就是 MSG 了啊，保存一下之后呢再播放，再这个放映一下，参数不可选，那么这参数不可选什么意思，那么我就查一下吧，为什么它会报这种错误，参数不匹配，那显然是我估计是这块的问题对吧，哎这块的问题，经过我查一下，比如说我查一下字符串啊，字符串，或者呢串字符串，
字符串，或者我查一下这个类似于这个运算符之类的字符串表达式，你可以看到字符串表达式，字符串的运算符，字符串常数 replace 返回字符串比较运算符，哎，字符串空格一个运算符，搜索一下字符串加运算符，加运算符，运算符摘要，看一下连接运算符，用于连接字符串运算符，那应该显然是用与，对吧？如果我用加是什么情况？连接与，如果是加是什么情况？第一个表达式，第二个表达式，第三个表达式。从他这个意思来看，用加号也应该是可以的。你看，加号是这种的，是吧？VER1VER2VER1 等于什么 VER2 等于什么，那么显然它用与的符号啊，逻辑与这个符号是可以的，那就这样再保存一下看看成不成。哎，他说参数不可选是吧，为什么叫参数不可选？那个 day 你看我打小写 day 啊，小写 d 一换行的自动变了，它说明它是一个这个固定的一个语句，对吧？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对象，内置的一个对象。那么把它复制过来，这样再粘贴一下，哎，把它这样保存起来，好吧？保存起来之后呢，我再到这个 PPT 里面去，再点一下，点一下现在完全没反应了，这块哪出了问题呢？保存一下，然后再放映一下，哎，这回出来了，对吧？还有九天，是不是？点一下，还有八天，点一下，还有七天，对不对？七六五四三二一，哎，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那么这就完成了个循环，哎，说有很多很多重复的工作，哎，你是交给计算机做的，还是你来自己做呀？一般来说，还是交给计算机做比较好。那么这个重复的工作里面，现在又有这么一个问题，假如说啊，我现在这原来啊是一篇一篇一篇的翻月份牌，现在呢我要加。从一加到一百，那么以前有一个孩子呢叫高斯，是吧？他就添加一个这个等差数列求和公式，一加一百，首项加末项乘以项数乘以五十除以二，是吧？添加了这么一个公式，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循环来一步一步来做的，对不对？那么我这样可以添加一个 result 的对象，result 的变量， result 的变量里面是什么呢？实际应该是什么呢？是这个等于什么呢？是首项加末项乘以项数除以二。那但是不是咱们不是这个，咱们是这个一开始呢是 result 等于零，然后呢让 result 等于 result 加 i， 这什么意思呀？那么 i 不是从一到一百吗？第一个就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加二，第三个呢就是加三，第四个呢就是加四，第五个呢就是加五，第六个呢就是加六，哎，一直加到一百，所有的都不断累加进来。这是从一加到一百，所以一开始咱们要给这个 result 付一个初值，要让 result 等于零，这样更清晰一点。一开始不是零吗？一开始零，然后进入循环，对吧？进入循环之后呢，就是每次都加一个 i， 每次都加一个 i， 这样就可以了。那么最后呢，循环结束之后呢，哎，来 message box， 输出什么呢？输出这 result。好，咱们保存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再放映一下，点一下，哎，它是不是5050啊？那么我想换个数，我说从一加到这个九百，它这数是多少啊？点一下，是4050是吧？所以就是了吗？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假如说我想把这个东西从让它从这个幻灯片里面一个对文本框里面读出来怎么办呀？啊，在开发工具里面，首先你得有这个文本框，对吧？这个文本框呢，你可以设置一下属性，让它的字体怎么样呢？字体变成72或者更大，是吧？188，比如说，哎，确定。那么这就是文本框了。文本框里面输入数字，然后呢，在这里面引用它的文本框，也就是说，不是原来不是从一到999吗？现在不是从一到999了，从一到多少呢？哎。
这个来一个 count 对象， count 对象呢是等于什么呢？等于 slide 一， slide 一点底下的什么呢？ slide 一底下的这个 text box 一，在底下的什么呢？ caption 对吧？ caption caption 就是它这个值对不对？没有 caption， 没有 caption， 有没有 text？ 还有 text， 嗯，这个就值。那么这个呢，就是，哎 ，count 也是关键字是吧？那么就是来个 num 吧。那么这边呢，就是从一到 num， 对不对？然后咱们再保存一下，再实验一下这好不好使，好吧？点一下，哎，类型错误13，结束一下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再放映一下，我在这里面可以输字，这字太大了是吧？字太大了，把它拉大一点，拉大一点，这按钮也拉大一点。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又是类型不匹配。那么这个时候类型又是怎么不匹配了？大家注意，这个 number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数字型的。那么这后面的呢是一个文本型的。那么数字型是数字型，文本型是文本型。假如说你输入 abc 啊，它能从一到 abc 吗？它不认识啊，对不对？那要把它转化成一个这个数字型的。那么这数字型怎么转化呢？这就查一下，查一下什么呢？这个文本转化为数字，哎，用这个关键字查一下，看有没有，哎，没有是吧？格式转化，格式转化，转化，格式转化有什么呢？字符串，哎，等等啊。字符串，还有什么呢？还来一个数字啊，常用字符串函数，可以看一下 const 字符串函数常用，这不是是吧？没关系，咱们接着找啊，接着找比较字符串 format 函数，这是什么函数？这也显然不是，是吧？其实我认为它肯定是在字符串的函数里面，字符串函数里面 data value 函数是什么呢？哎，这个显然是一个日期类型的，咱们继续找。哎，我选择这个新的关键字，这个新的关键字啊，咱们重新输一下，用这个数字类型转换，哎，用这个关键字来搜一下，我搜出这好多东西。那么这好多东西都是什么呢？一看我就能大概知道它是一个数字类型，是吧？比如说布尔值、字节值、指针，这个当前指针，还有这个日期等等等等。那么我想用的应该是 cint 对吧？我看一下示例吧，示例里面有若干个这个东西。那么我现在呢用 cint， 哎，这块呢有一些，比如说从 double 转化成 int， 那么我从 string 转化成 int 成不成呢？那我用 cint 函数试一下。也许行也许不行，对不对？那么咱们要试一下才知道，对不对？哎，把这个括号给它封闭一下，保存一下。这时候呢我再运行一下，类型不匹配。这个类型不匹配就又有两种原因了，有可能是前面这个不匹配，有可能是后边不匹配，对吧？哎，这回它是不是就都选中了，对不对？哎，我假如说我再来100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是5050啊，对不对？那假如说我要是 QQQ 的话，那么它肯定是类型不匹配，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再想来这么一步，来一步什么呢？我想让它设置一下啊，是所有数值都有啊，还是只要奇数或者只要偶数？那么怎么做呢？我插入一个什么呢？我插入一个开发工具里面的这个单选按钮吧，单选按钮，看一下它属性，让它字体也大一点吧，要不然看不清楚是吧？单选按钮了 ，caption 让它什么呢？有两个选项，第一个呢是全部，好，第一个全部，第二个呢是只要奇数或者只要偶数，那再改一下它的 caption。奇数，它只要把奇数1到100里面的奇数都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第一个呢是全所有的这个都要加在一起，从一到一百，所有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所有都要加在一起，从这个一到这个文本框里面这个数。下一个呢是只要奇数或者只要偶数，那么咱们先放映一下啊。当然这块有一个按钮，大家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有一种互斥的关系，对吧？我选中这个，我选中奇数就不能选全部，选中全部就不能选奇数，对不对？很像咱们这个平常用的这个单选按钮。那么这里面怎么判断呢？啊，这时候啊就需要这么判断了，在加的时候判断，对吧？判断一下它是奇数啊还是偶数啊，是什么样的函数。那么怎么判断呢？咱们看一下，咱们在这块啊设置一个判断条件，在外面设置一个条件 if， 如果这个得找着那个单选按钮，对吧？ slider 一点叫什么呢？ radio box， 看有没有 radio 在底下呢，应该有 radio 吗？ OPQRST， 哎， option button 1， option button 2。 如果 option button 1点 selected 或者什么东西，或者Captain 不对，看到有没有是否选中这种状态，是吧？ Order position 宽度 value 除了 value 还有没有值啊？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其实可以通过这种 NF1 查询一下 option 这个东西叫 option button， 对吧？我可以查询一下 option button 相关东西。Option button 一，选项按钮控件应该是这个玩意儿吧。 Command button 这边是 Option button 一点 value， 它是这样来控制的，对吧？ Option button 一点 value 等于 true then 什么什么，对吧？那么咱们也这么写呗，点 value 等于 true then 怎么样呢？这回呢就是从这个是全部，是吧？全部在 if 里面全部都有，然后呢这样是 end if。 好，再往下呢是 if 一下，如果这个 Ctrl C Ctrl V 哎，这样呢，如果它是等于 false 了或者 else 了，对吧？就是说它这儿先不 in 的 if 啊，这儿先 else 一下，因为 else 咱们已经学过了，对吧？ else 一下，如果它是 else 的话，那么 else 是奇数还是偶数？是奇数，是吧？奇数也就是 step 2了，对吧？二这个是13579，对不对？如果是偶数呢就24680，对吧？哎，然后这样呢咱们再保存一下之后再放映一下。如果是100的话，现在是全部啊是5050，如果是奇数是2500，对不对？哎，它这样算法就可以了，你说是吗？哎，我再试一个，我来一个10，如果全是奇数的话就是25，如果是全部的话就是55，对吧？那么说我这么着还是就觉着很不方便，那我想把它单独立出来，立出一个这个函数来，成不成？哎，可以啊。那么咱们呀就把它这一段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剪切出来，这个给它先添加一个函数。函数呢首先要 private 一个函数， private sub 就是它的函数，说明它是一个函数，对吧？然后呢写出这个函数的名字，函数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奇数，比如说这个 only 奇数是什么呢？是 odd 吧，好像不是 odd， 那个
only 奇数，奇数。那么就奇数，用拼音来说吧，奇数 only 奇数。然后呢，哎，它里面有一个参数，参数是什么呢？是这个 number 型的，用 m s 一个，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 int 型的 integer。整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什么呢？函数的返回值 s 一个 integer。好，这时候呢，这样这个函数，大家注意，这时候函数已经基本出现了，对吧 ？private sub only 奇数。然后呢，这个是函数的名字，函数的名字。再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参数列表，参数列表。再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返回值类型，对吧 ？end 一个 sub， 对不对？确实这样的。那么在这儿 Ctrl V 一下 ，Ctrl Z 啊，在这儿 Ctrl V 一下。那么它这块为什么还是有错啊？还是报错？为什么呢？这个不太清楚。咱们如果运行一下，看它报什么错。only 奇数 num s， 那么这块肯定是它少一个 num， 对吧？这是已经有 num 了。为什么会错呢？咱们后边这个返回值给它先去了，看看成不成。哎，这回成了是吧？那么后边为什么就不能有返回值呢 ？integer， 缺少语句结束是吧？这是为什么呢？保存一下，零，还是零。那么这个时候啊，咱们先，它返回值是应该有的。那么返回值应该怎么设呢？比如说用 sub s 哎返回值，应该怎么写？回值返回值它应该有一类型对吧 ？sub 大家注意这块都有这个这个它的这个对象的类型，但是它没有返回值类型。返回值类型是应该有的，但是它为什么会没有呢？比如 message box， 它就显然会有返回值类型，对吧？过程它这里面没有返回值类型，到底为什么呢？其实不管它为什么，哎，咱们就先这样把这个函数写完，对吧？把功能实现，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函数，哎，然后呢，再在这个位置啊，回车一下 ，Ctrl V 一下，哎，这是第二个函数。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函数，对吧？第一个是 only 奇数，第二个是 all， 比如说是all 函数。那么 all 的话呢，就应该是 only 奇数的话是 step 2，对吧 ？all 的话呢是 step 1。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 if 里面，如果是它的这个 button 一是 value 是 true 的话，那么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全部，对吧？所以应该调用 all 函数。all 函数调用什么参数呢？调用这个 num 这个作为参数。如果是否则的情况啊，否则情况就是什么呢？就应该是 only 奇数，调用 only 奇数这个东西，对吧 ？only 奇数。num， 对吧？哎 ，Ctrl S 保存一下，保存一下之后呢，咱们再播放一下，放映一下。如果这是全部，这是奇数，这是全部，这是奇数。如果全部它是零，如果是奇数呢，还是零，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可以进这个函数里面看一下。那么在这设置一个断点之后，再在这边放映。现在选择全部，进来之后这是 result， 对吧？大家注意，这时候比如说你把 result 可以拖动过来，对吧？ result 等于零是空值，那么呢，你可以对它进行主语句 F8， 下一句，这时候 result 就是零了，再下一句，然后再下一句，下一句到这函数了，对吧？函数怎么办呢？哎，你可以主语句就进入这个函数，对吧？主过程就跳出去。那么咱们要进入这个函数，进入函数这时候就掉进这个
这个 all 的这个里边了，对吧？那么你看看 number 是多少 ？number 是十，对吧？然后呢，再 f 8向下一句，从一从一到十，对吧 ？step 一。那么这块再添加一个 i 这个监视这个变量，然后比如说在 f 8 i 是一，对吧 ？i 是二 ，i 是三 ，i 是四 ，i 是五。哎，大家注意这个给值的时候给的都挺好的，而且这个 result 也把这个相应的值取回来了，取回来了之后，但是它没有返回，对不对？它没有返回，对吧？它没有返回，这不成啊！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让它返回，对吧？那怎么让它返回呢？让它这个最终的这个 result 呀、等于这个东西就可以了。result 等于 all。这个呢也让 result 等于 only 基数，哎，保存一下，保存一下之后呢，在这块呢，要让这两个函数啊都让它 return 一个 result， 这样就可以了。return result。缺少语句结束，那么这什么意思呀？哎，我用 return 当关键字搜一下 ，return 在一个过程当中，然后返回 return 就是返回呗，对不对？好了，经过我们这个仔细的研究之后，发现 function 和这个 sub 有一个区别，就是 sub 虽然它们样子很像，但是 sub 是可以有返回值，是没有返回值的，而 function 是有返回值的。所以这块，哎，你要想，声明这一个函数它的它有两个参数是吧？它的返回值是什么类型的？一定要把它生成一个 function， 一定要把它这个声明成为一个 function， 而不是一个 sub。那么这里面呢，这三个元素就都齐了，这个函数的名称是吧，函数的参数列表，虽然只有一个也是参数列表，函数的返回值类型。那么在这里面呢，哎，我这不断的让这个 i 啊等于这个从一到 num， 然后不断累加不断累加，最后让这 all 等于 result， 这个 all 呢实际也就是函数的名称，对吧？这个函数的名称也就是它的返回值。那么咱们从头到尾咱们运行一遍，在这个第一句啊设置一个断点，好，咱们运行一下呢，播放一下之后，比如说选择全部，哎，把这数字选小一点，选择十，或者选择六，好，按一下之后进入这个函数，对吧？调试，然后主语句，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调试面板调出来，对吧？监视窗口、立即窗口，它有没有调试面板啊？属性窗口、工具栏、调试面板，哎，这块儿一个调试面板，对吧？哎，我就可以按这个主语句，这两句呢是声明，一定要注意要有声明，是吧？声明它是一个整形的数字，整形的变量，它说明它是一个整形的变量。然后这块儿，因为这个 slider 1.textbox.text 是一个文本型的，对吧？我要通过类型转化把它转化成一个整形的。然后呢，哎，下一步，那判断一下。当前这个 slider 一的这个 button 一是不是它的 value 是 true 还是 false？ 那么看一下呗，实际是 true 对吧 ？true 应该进这个第一层对吧？它就判断一下，哎，等等，它就判断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 true。如果是这个条件是不是满足？如果是 true 的话，进入这边；如果是 false 的话，进入这边，对吧？然后就进入第一层，那么就进入这块了。如果它不是的话，就说明它是基数对吧？那么进入这块，然后呢，哎，进入这块之后呢，咱们再进去，进入这里面了，函数这个条件内部了，条件语句了，然后再进去。进去之后，大家注意这块有一个函数调用关系对吧？从这块调用 all 函数，调用 all 函数，然后呢，再进去的时候，这时候它有一些可见的一些变量了对吧？比如说 i 变量，比如说 number 变量 ，number 变量实际是从上面传过来的对吧？也就是咱们输入那个六，这不是这个文本框里面的值对吧？
这是文本框里的值，把这个值呢赋给 number 变量，赋给 number 变量，然后呢 all 作为这个参数 all 的参数传递过来，那么这就是 number 变量，对吧？然后继续 result 这时候是0，对吧？一开始的时候 result 等于 result 加 i， 那么 result 现在是0，i 呢是1，那么就是说 result 等于0加1，对吧？然后下翻篇，下一个这时候 i 等于2了，对吗？ i 等于2了，然后让这个 result 等于这个 result 加 i 是这个 next 3，这个 result 它一直没变，好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result 等于3，哎，你看这块它是变了，对吧？这块它是变了，但这块它没有变。把这个监视删除掉，然后再重新添加一下监视，这 result 是3，对吧？啊，这时候 result 跟着变了，是6了，是吧？4加6得10，5 10加5得15，6这个10加这个15加6等于21，然后呢，那么是不是就到达 i 这个时候就等于7了，对吗？ i 等于7，然后判断一下它是不是还在这个 number 里面， number 是6，那么7是不是还在 number 里面呢？不是了，不是怎么办呢？咱们看一下，哎，跳出这个了 end function 了。这走的时候呢，它把这个返回值啊，哦，这个返回值设置成21了，然后返回来这块，这时候 result 的值 就通过这边传过来了，对吧？大家注意，这时候有两个 result， 一个是这个函数体，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总函数，对吧？ button click 是一个总函数，而这个总函数呢，它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调用这个求奇数，一种情况是调用这个求全部。那么这时候变量有些一样，为了区别起见啊，咱们先把这个过程走完啊，把这个过程走完，然后呢，哎，弹出一个对话框，全部的话从1加到6，全部最后的结果是21，对吧？这样结束了。为了咱们清楚起见，最后啊，这个是PPT 中VBA最后一块了，咱们有耐心把它听完好吗？这块如果我这块用 number 1，这样呢 number 1，然后 result 呢用 result 2，就 result 2，这 result 1，或者 number 下方杠 j 代表奇数，可以吧？下方杠 j， 这个呢也是下方杠 j， 那么这是奇数，然后这底下呢这是 number 下方杠 a，i 是从这个 number 下方杠 a。然后 result 也是 result 下方杠 a 代表 all， 对吧？那么这样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number 下划线 j， 那么咱们先保存一下之后啊，咱们看一下全部，比如说全部，哎，咱们又过来了之后再看一遍。那么调用这个 all 里面有一 number 有一 result， 这个里面这块有两个变量，一个是 number 一个 result， 这两个无所谓啊，就是它是这个函数中的变量，当我进入这个函数的时候，刚才那些函数都不可见了。那么这里面它指认比如说 number a， 那么这个 number a 是谁呢？实际就是 all 的参数，对吧？ all 的参数是谁呢？实际就是上一个函数里面传给它的什么呢？传给它的 number。 那么这个里面传过来有一个新的变量，那么这个变量叫什么呢？叫做 number a。 好，然后包括这个里边的，这里面的 result a 和外面都是不相关的，对吧？外面都是不相关的。不断计算，计算到21，跳出。这时候跳出了之后呢，又回到这块了。回到这个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all 这个函数里面的这个两个参数又不可见了。然后这时候什么又可见了 ？result 又可见了。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比如说 number 又可见了。所以说它在不同的函数里面不同的参数，它有在这个函数里面，它只有它内部的参数和变量是有意义的，而在这个 all 函数里面呢，只有它内部的参数和变量是有意义的。好，咱们这次就是这样。最后再说一下为什么要学习这个 VBA 啊，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基础，其实编程并不复杂，有的时候你费劲巴拉的用半天的力量还不如编写两行代码，尤其在一个 Excel 里面特别显见。好，咱们这次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通过 PPT 中的 VBA 呢也能学到一些知识，谢谢大家，再见。